喂喂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2年2月17号，哦，对于拜拜啊，同埋呢个定集嘅啊，嗰、那个大地恩情啊，即系佢哋之间嗰个瓜葛啊，今回御驾亲征啊，咁喺开始之前啊，见个封面都够晒杀食嘅。先讲一讲，即系一切，都喺掌控入边啊嘛。所有嘅反应啊、官僚，佢哋会系点？有啲咩哈碌嘅场景？一早啊，就已经根据咗嗰个剧本继续进行。咁但系，即系司令又见到你啦。呢、这个贪俄啊，系冇可能有第一手资讯嘅，因为如果佢有第一手资讯嘅时候咧，长戏就唔灵噶啦。就等同啊！我成日想讲嘅嗰个古仔，就系一个皇后，嗱，佢真系个名叫皇后，同埋曹操嘅故事。当日曹操啊要冧呢个袁术，咁但系啊围咗好耐都未能够成功，咁结果我哋叫嗰啲做兵饷啊嘛，即系粮草啊就唔足够去应付10日嘅需要。于是乎，曹操就召唤咗嗰个粮官过嚟，同佢讲啊。你咁啦，啊，帮我啊，原本一碗饭啊就沟做四碗粥，话叫啲军士啊就食粥喎，你话咩款？咁于是乎，皇后佢都聪明嘅啊，所以就同阿丞相讲，丞相啊，丞相咁做唔得嘅，啊，我负责呢个岗位，咁样做部队之间系会有好大嘅怨气噶嘛，啊，全部都针对喺我一个人嘅身上啊，嗱，你咪见咯，啊，坊间嘅好多唔同嘅 KOL 啊，而家系咪啊？包括天空的蓝各样，所有嘅飞驰啊，都全部集中喺他和一个人身上，换咗佢好啲，换咗佢好啲，嗱呢啲就叫斯德哥尔摩啊。所以我冇乜睇到呢方面嘅分析啊，有乜嘢比卡超啊，乜嘢饼强啊，有陈茂波啊 ，none of my business， you know， 又真系啊，冇 business 可言，点解啊？啲 business 喺晒佢哋嗰度啊嘛，都唔喺老百姓嗰度嘅，咁佢哋边个做，换个掌柜，关我乜嘢事呢？啊，系唔明白噶噃，啲人咁关心做乜呢？咁皇后始终都系一个聪明嘅人啊，佢敢同丞相讲，丞相就同佢讲放。心有乜嘢事唔关你嘅事，我咩非啊？皇后得到呢句咁啊，当然照指示行噶啦。咁结果部队啊，果然系有不满啊，怨声就再度，甚至乎夏侯淳嗰啲啊，就走出嚟同呢个曹操讲：哇，唔得啊，军事哗变啊！曹操一听到啊 ，OK，I will fix it。我会搞掂啊，我知㗎啦。咁跟住就召咗皇后入嚟。咁皇后就好唔好意思啊，一脸呢个贪和嘅表情，冇戴口罩啊，当其时啊，要俾曹操充分咁睇到佢嗰个样㗎嘛。丞相，放心，我叫你做㗎嘛，係咪啊？放心放心，俾个心心你啊，咁就放心晒啦。係啦啊，啲部队各样嘅、有所不满喎、不如咁啦，回复返啊，就派饭啦，唔好派粥啦，嗰啲 grudge 食唔起呀、兵士武力。曹操就话啦，啊，这个方法当然可以，但系粮仓唔够米喎，如之奈何啊？皇后又系啦，一脸嗰啲表情啊，写咗2000字俾呢个曹操解说啊，系啦，即系两难 ambivalent。咁曹操就话啦，你唔使谂啦。我諗到一个解决嘅方法。啊，皇后一听到曹操帮佢手搞掂喎。咁梗係放10万个大心啦。而且啊非常感恩戴德添。毫万德啊嘛。几多万嘅德啊都可以俾到你。曹操又同佢讲啦，嗱嗰啲你照放饭啊，有冇米唔紧要。最重要啊，你帮我借一样嘢返嚟。咁皇后就唔明啦啊。仲要借嘢返嚟咁厉害，系啲咩蜀山剑侠传嘅神器啊，可以搞得掂。咁当然就拍晒心口，放心，丞相要嘅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上刀山落油锅，好兄弟好开心喎、啊、鸡姐喎、啊。咁曹操就同佢讲啦，借君汉上人头一用。哇，当其时諗住 solve 咗个 problem， 然之后块面啊眉飞色舞，好开心，零蛋 IQ 清得上十分之高潮。咁嘅款㗎喎，小云同小吉㗎喎，突然之间 IQ 博士下巴跌咗落地，铁青了的脸孔。曹操就话，我知道，我当初都话唔会怪责你，所以我都冇怪责你啊，只不过啊最近我兴速谷啊，
即係踢足球古代嗰啲，突然間揾唔到一嚿嘢踢啊，所以借君看相人頭一用，兩件事無關聯，就等同今時今日十一個入邊啊，有九個都係無關聯 case， 你好難解説噶嘛 ，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係咪？你點知嗰個 causation 真係嗰個 causation 啊？曹操同你講唔關事，兩件事完全切割開嚟，只不過啊，我中意啲球狀物體，點都會好過佢嘅，就係佢一個人啊，整到連香港連天下都失去咗啦，你相信？地方嘅官员啊，就只能服从中央嘅指示。至于何一成点解搞得掂啊，就因为 input 同 output 嘅问题，佢有成个金三角射住啊嘛。呢、这个就系个 input， 而佢要 output 嘅啊，就只系区区澳门嗰少少嘅人口，当然系管得掂啦。咁你话唔系喎，示范单位喎，错啦啊，因为香港佢要做嘅系入乡十七条，越乱就越好。呢、这个系毛毛当日讲嘅，当佢要收翻啲边陲地带嘅时候咧，佢啊就唔系咩由乱入治各样。你话咁样做啊，嗰、那个金融地位会下降噶、哦？诶，冇错啊，所以搞得咁慢咯。有啲人质疑嘅，点解做嗰啲嘢唔即刻做嘅，唔即刻推嘅，要逐步逐步嚟嘅？呢啲叫温水啊嘛。就因为香港系一个咁 delicate and fragile 嘅物体啊，所以要更加小心处理。套用现代嘅术语啊，就系讲紧更加专业。咩为之专业啊？就系喺一个固定越嚟越细嘅范围入边，你识得越嚟越多啊，就叫做专业。喺中央嘅角度啊，地方官员系冇需要知道整个剧本点样行，而只需要知道阿司令又见到你。咁但系，唉，即系唔系想唔想咁样发生，而系佢系行紧呢样嘢。咁系讲出嚟好啲啊，定唔讲出嚟好啲呢？呢、这个鲁迅先生当日都有讨论喎、啊。喺一间屋入面你明知走唔到㗎啦，然之后啊啲禾秆草各样又着咗。到底啊你系讲俾入面啲人听啊，定唔讲俾入面啲人听呢？咁但系啊你知而家系有得离去㗎嘛，仲有机会。如果求 view 数啊，求收入，咁啊真系啊收句声可能仲好，即系搵啲点心车出嚟，动之奇仔写住苗疆啊，可能多多钱卖啲嘅啊，啲人系咁就买叉烧包啊、莲蓉包嗰啲系咪啊？人食佢哋又食噶啦，反而啊你喺个酒楼入边啊就话唔系啲龙嘢啊，你见到好似会有啲事喎、啊。嗱呢啲警号人呢，人哋就最唔中意嘅，你压略咗人哋，我咪冇生意。总之都系嗰句啦，撞地啊越乱越好。当日毛毛讲嘅，点解啊？咁我先有嗰隻手可以插入去㗎嘛，同时啊可以练兵啊。当日讲嗱呢度系政集嘅啊，佢讲嘅说话，佢就话将尽快控制呢个病啊作为当前压倒一切嘅任务。哇真系好压下喎佢。咁啊大镬啦啊，一则以喜一则以忧。点解啊？喜嘅就系呢，既然总书记都出咗声啦，香港一定得。点解啊？唔得都搞到你得，莫非佢同辉记买咗另一啲嘢？佢就话香港特区嘅政府啊，就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嘅力量啊，同埋资源，采取一切必要嘅措施，去确保香港嘅市民嗰个性命嘅安全同埋身体嘅健康，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。我系奶奶啊！啊，有睇回魂嘅周星驰，你知我讲紧边个啊？把声系几咁衰，嚟啦，家婆嚟啦！哇，呢度真系作文咁作啊！香港嘅第五波啊，牵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心。嗱、啊，你见到啊个心啊摆出嚟俾你睇，呢啲系画公仔画出肠，画主席画出心，画虎不成就反类犬。都有个画字，话说啊，而家就委派呢个汗蒸啊，正一正法呢、这个贪恶，就转达对香港嗰个关注，将香港市民啊老百姓摆在第一位。系啊，各哥都系噶，将你哋摆喺第一位噶。迟来，咁包括有啲乜嘢玩啊？啊，就系、是、提升香港嗰个检测能力喎、啊，支援嗰啲物资各样喎、啊，啊，门建社区嘅隔离。同埋医疗设备喎，保持新鲜蔬果供应喎。哇，阿妈系女人，山系石头，海系水，呢啲唔系必须嘅咩？唉、哎，其实好简单一句啦，你唔好搞咁多嘢啦，你恢复航道畅通，俾香港嘅市民陆续离去，逐
步离去呢个咁样嘅地方啊，唔好再搞咁多嘢，呢、这个先至系重中之重啊！真系压到一切啊，金梅啊，真系压到一切，好压啊！咁冇办法啦，即系你见到阿拜拜搞成咁嘅款，所以当日我都话啦，叶天讲嗰、那个尽早离场，股票市场龙潭呼吁，最重要系乜嘢啊？下一集系中央救港啊嘛，你有几咁老道啊？佢就有几咁大地恩情噶咯噃，咁你话呢出剧嘅高潮部分会喺边度 ？To come 嚟，即系呢个世界卖嘢咧啊，最重要系乜嘢啊？喺人哋落雨嘅时候就卖啫，原因好简单，你惊啊嘛，赚到盆满钵满，好多人啊就由 income statement 嘅角度啊觉得中央喂继续生金蛋好，佢又有冇谂过开膛破腹？将入边呢啊嗰啲仲有几隻蛋啊就攞埋走，因为香港呢隻鸡係有好多隻金蛋喺入边㗎嘛，只要用呢个方法咪有一大扎嘅税款啊，可以通过599嘅方式唔搞搞下你先就叫599啦，然后收割一番囉。咁期待啊即将啊边个方案都好啦，加拿大台湾各样，咁啊啊、香港总共有500万人移民啊，咁一天都光晒啦啊，就係、是、咁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